嗯啊，他是湖南的。哦，你大姐夫是湖南的。嗯。哦，是倒插门呀、啊。哦，那你们这倒插门是不是要很多彩礼啊？嗯，没有，没有彩礼，也不要彩礼啊。嗯。啊，那你们这倒插门都不要彩礼吗？对。那我们那倒插门其实。我们这边的风俗就是啊，男的嫁到女的这边来，男嫁。哦，男嫁。女嫁，对，就是男的嫁到我这边来，就不用彩礼。嗯，那是不是你们还要给人家钱啊？我们不给他钱。那给什么呀？嫁过来就行了呀。哦，就嫁过来就行了。嗯、哦，是这样的啊、哦。嗯。哎呦，看人家，你看人家，说实话啊，他大姐夫是湖南的，啊，哥姐们，你们都是哪里的呀？我直播间的啊，这么多哥姐们啊，呼呼四海的哥姐们，你们都是哪里的呀？能不能把你们的城市名字打到公屏上，哥姐们，你们都是哪里的？有没有湖南老乡？有没有？你们是哪里的哥姐们？河北的，沈阳的。哎呦，没有湖南的呀？咱直播间有没有湖南的？湖南的哥哥姐姐们，你们都是哪里的？能不能把你们的城市名字打到公屏上，让主播看一下你们是哪里的？云南的。哎呀，咱直播间是不是这么多人都是假人呀？能不能听清我说话？中国大汉民族，不是，我老是感觉你这个说话有问题啊。中国有大汉吗？老挝的，还有老挝的呀，还有华。还你是华侨呀，还是外国友人呀？是干啥去？咱是去你家就在前面吗？对呀、啊。哦。你不是在拉班手吗？啊，咱去人家家里边儿。哦，汉族啊，山东的。哎呦，直播间五湖四海的哥哥姐们都有啊。那个什么，阿妹呀、啊，那我方便问一下吗？你结婚了没有啊？我还没有呢。啊，方便问一下你的年龄吗？今年25岁。哦，你今年25岁了、嗯、那不是，那你们这不就是都18、19、20岁就结婚了，你25为什么还没结婚呢？因为我喜欢大点的。不是，你喜欢大点的。嗯。哦，头上带花的那就没结婚是吗？啊，是这个意思吗？家人们有没有懂得这个意思的啊？是不是啊，家人们，头上戴花就代表没结婚吗？这一棵这松一棵，这你啥都懂啊，你肯定是这边的吧？花没结婚，左边戴花就代表结婚了。哦，右边戴花是没结婚的，让我看一下，这左边还是右边啊？左边、右边啊，确实是右边啊，还真的没结婚啊。哦，左边戴花是结婚。右边带花就代表没结婚，家人们，人家还没结婚呢啊。那我方便问一下，你是不是眼光高呀？没有啊。没有啊。对啊。那你25了，为什么还没结婚呀？因为我大姐结婚找个大的，比她大20多岁的男人，我也喜欢找个比我大的。不是，我问一下啊，我没听清楚，家人们，你们听清楚了没有？你们有没有听清楚啊？你大姐，你我方便问一下，你大姐今年贵庚吗？我大姐28。不是，你大姐28。对。那你大姐夫呢？我大姐夫有30多岁了。哦，50多岁了，我算错了，50多岁了，大他20多岁。不是，你大姐夫比你大姐大20岁啊？我的妈呀，那28+20，家人们，你们给我算一下是多少来，家人们，我的数学不太好啊，家人们。我们没有逮住，都没怎么读书。家人们，你们给我算一下啊，你们给我算一下，我现在有点头懵啊、嗯，我算不了。你们给我算下来，家人们，哥姐们，你们在没？能不能听见我说话？是不是卡了，家人们？啊，你们给我算一下，
28+20等于多少？我现在有点乱，我算不了了。有没有会算的呀？有没有数学好一点的，家人们？有没有数学好一点的？啊？有没有数学好一点的，家人们？哎，考遍。有没有数学好一点的？咱直播间这么多人都是假人吗？卡了吗，家人们？卡不卡？卡了，卡了，扣个卡；不卡，扣不卡，家人们？卡不卡？啊？卡不卡，家人们？58呀，28+20等于58呀，不卡是吧？卡不卡，家人们？我感觉是不是卡了？你们能不能听见我说话呀？为什么这人蹭蹭的往下掉啊？啊，他们最喜欢40至50岁的最合适是吗？不是，不是，我就问一下啊，那你什么条件呀？人好就行了。哦，人好就行了。比我大就行了。比你大。我喜欢大的。哦，因为找不到40以下的松一科，我告诉你啊，我感觉你就是这里的人。啊，我感觉你就是这里的人，知道吗？是不是？你是不是这里的？你是不是这里的？你对这个太了解了，啊！咱直播间哥哥姐们，我感觉你们那个什么啊，阿妹，我问一下啊，那你？有什么打算呀？你看啊，你跟我们那儿的小姑娘不一样啊。我们那小姑娘啊，说实话啊，都喜欢高高的、帅帅的，家里有车有房的、有工作的。那你为什么要喜欢大一点的呢？因为我喜欢大一点的，他会疼我呀。大一点的会疼你啊。嗯。不是，那年龄有问题吗？咱直播间的哥哥姐们，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都是什么年纪啊？咱直播间有没有50岁以下的哥哥单身的啊？有没有哥哥姐们？咱直播间有没有50岁以下的？啊，有的打个有，没有打没有。来，姐哥哥姐们，咱直播间有没有50岁以下的？没有啊，没有啊，没有50岁以下的呀。啊，一个50岁以下都没有吗？啊，只有一棵松是50岁以下的呀。哦，42了，丁丁你42了，我说的是单身啊，我要的是单身。你家里边结婚的你就不要说了啊，我要的是单身啊，哥姐们，你们感觉这阿妹漂亮吗？漂亮打漂亮来，啊，漂亮打漂亮来，哥姐们，漂亮不漂亮？啊，漂亮打个漂亮来，40可以吗？可以啊，漂亮啊，漂亮打漂亮来，哥姐们，漂亮的给我打个漂亮啊！我看咱直播间有没有40以下的啊？40岁以下的，你把你的年龄给我扣到直播间来，哥哥姐们，你把你们的年龄扣到直播间。阿妹呀，这个，那你大姐夫是湖南的，那要是给你介绍一个上海的，你喜不喜欢？可以啊。哦，那南京的呢？只要他大我就行了，板杂的呢，我喜欢板杂一点的。板杂？嗯。不是，哥哥姐们，这板杂是什么意思呀？主播开车3000公里过到这儿啊。那板杂是40岁的谢美女最喜欢啊，啊，那国华你肯定也是30、40岁啊，哥姐们有没有知道板杂是什么意思的？有没有知道板杂是什么意思的哥姐们？啊，
咱不能在人家面前丢人啊，是那意思吗？还有没有知道？还有没有知道板闸是什么意思的，家人们？还有没有知道？医生能否外嫁？不是，一会儿我问啊，我先问问咱这个板闸是什么意思啊？哥姐们是那意思吗？归玉是那意思吗？啊，是吗？是不是这意思啊？是呀。哦，身体强的意思是这意思吗？身体能力啊，哦，可以这样理解啊。不是，那我问一下人家小玉啊，人家依依啊，啊玉依依是吧？哎呀，玉依依，哎呀，跟那个什么一样，那叫依依吧，行吗？依依啊，那问一下啊，你刚才说的那个板闸是什么意思啊？板闸就是个子高大，很板闸，人很好的意思。能保护我的意思，对。哦，身体强壮。嗯，就是板闸各方面都。哎呦，家人们，你们真棒啊！家人们，你们真棒，啊，一下子就猜对了，你们真棒啊，家人们。哎呀，那哥姐们，你们是哪里的呀？你们想不想跟这个依依啊搞对象啊？这依依啊，我问一下啊，我直播间有很多哥姐们啊，他们都说你外不外嫁呀？啊，你看，哥姐们，你不外嫁呀？嗯。哦，不外嫁。我们只外娶。哦，只外娶啊。我们可以插门。哦，你们只做插门呀？对。哎呀。因为一般我们傣族不嫁到外地去，因为我们这边生活习惯了，外面的可以嫁进来。哦，外边的可以嫁进来，你们不外嫁是吗？哎呀，那很难了啊！那我直播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想到你这做倒插门的，咱直播间哥姐们有没有能接受这个倒插门的呀？能的话，您给我把这个能打到公屏上行不行？咋了？你要给我介绍人来了。不是，我直播间有很多哥姐们都说你长得漂亮啊，你不是没结婚吗？是不是啊？给你找一个板闸一点的啊，需要倒插门啊。害羞死了。还害羞啊？哎呀！等等，你直播间多少人呢？等的我都好害羞哦。我直播间4000多人呢。这么多人呢？啊。哦。那个什么，哎，依依啊，我来的时候啊。我看到那个你们那个寨子那儿有一个大屏幕啊，那大屏幕上有很多那个高高的瘦瘦的那个小蛮腰大长腿的那个小姑娘在跳那个孔雀舞啊，那你们这有没有跳孔雀舞的呀？有啊，对呀、啊。有啊。对呀、啊，那个你刚刚看那个大屏幕，有一个是我三妹，她在那里跳孔雀舞的，她是领头领舞的。哦，三妹跳舞跳的可好了。你三妹跳舞跳的可好了。嗯。哦，有一个是你的三妹呀、啊。对，就是个子高高瘦瘦那个，就是我家三妹。哦，个子高高瘦瘦的那个，在第一个呢，那就是你家三妹啊。对。哇，那么漂亮啊！嗯。哎呀，三妹有1.75米的大个吧？对。啊，哎呦，家人们，有没有想看他三妹跳孔雀舞的？家人们，有没有想看的？想看给我扣个想看来，扣个小一好不好？哥姐们，有没有想看那三妹跳孔雀舞的？都不想看呀，家人们，我只是在电视上见过那个跳那个孔雀舞啊，我真的还没有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看到有人跳孔雀舞啊。来，有想看那三妹跳孔雀舞的，给我扣个小一来直播间，哥姐们来。有没有想看的？没那个眼福是吧？你不想看是吗？一棵松，啊，你不想看是吗？有这么多想看的呀？哦，有这么多想看的呀？哎呀，不想看，可能吗？那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啊，那有什么不可能的呀？那咱想看一下，那不就
那不就跟人家商量商量吗？那什么，依依呀，那个什么，那我直播间有这么多哥哥姐妹想看你三妹跳舞，那你能不能跟你三妹说一下，咱到你家让你三妹跟我们跳个孔雀舞啊？好呀，但是现在我三妹不在家，她出去表演去了。哦，你三妹不在家呀？对。哎呀。她出去表演去了。啊，她。不是，你说那个，您还是说普通话行吗？您听懂我们方言呐？不是，您说那个我听不懂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三妹出去表演去了。哦，我刚才听说你三妹去嗑瓜子去了，知道吗？弄得我有点迷糊啊。家人们，你们有能听得懂他们那个方言的吗？有没有听得懂的？哎呀，你看人家一笑得多漂亮，多甜呀！哎呀，好看打个好看来，家人们。好看吗？啊，大三每个表演快乐是啥意思？我不懂啊。但是我感觉人家一笑得很甜啊，很美啊。哎呀，很漂亮啊。那个什么，好看是吗？来，好看的打个好看来，你看人家笑得多好看。好看打个好看来。哦，如果说，播这个本地方言，咱们都听不懂是吗？啊，有认识他的呀？这叫什么？回眸一笑，你认识人家呀？你认识人家依依呀？啊？有认识他的？哎呀，你跟他是一个寨子的吗？是不是一个寨子的？你看人家依依笑得多好，多漂亮，多甜呀！那她三妹肯定很好看啊。那这样吧，咱去她家里边等一下啊。那你三妹中午回来吃饭吗？她中午我不回来，晚上回来。哦，你也会跳舞啊？哎呦，你跳的肯定也好看啊！要这儿媳把男太漂亮美，肯定要。是吗？你要让人家当你儿媳妇呀？那我看一下人家同意不同意啊，哥姐们，咱不要怪啊，行不行？晚上才回来，等到明天，那咱车子现在修不好，咱也走不了啊，是不是？等到明天也行，行吧？那晚上也行，晚上不行了，我再开一下直播，让咱直播间的哥姐们，你们再看看他三妹怎样去跳舞的，行不行？我儿子28岁了，行不行，家人们？那个什么，依依，那你会做饭吗？我会做。你会做饭呀？对。哎呀，我确实有点饿了啊！早上就没吃饭，昨天晚上吃了个。对，昨天晚上吃了一个半饱，这不是到中午了吗？11:52了啊！我现在饿得咕咕叫，那个是，快点去我家吃嘛。那去你家吃啊？嗯。那走，你家是在前面啊？就在那边，一小节就到了。哦，一小点就到了。那个什么呀，依依啊，我问一下啊，能中午能不能给我做一个毛血旺啊？毛血旺啊？啊。毛血旺我不会做哎。哦，你不会做呀？对呀、啊。哦，那个什么，你们外地菜呀，我们只会做我们傣族菜呀。那个什么，那个宫爆鸡丁，那你会不会做呀？我也不会做。宫爆鸡丁也不会做呀？什么叫宫爆鸡丁啊？就是拿那个鸡肉爆炒一下，放点花生米、青椒，还有那个还放点糖，那个宫爆鸡丁，甜的，我喜欢吃甜的。这个我不会做。做个拉面饭，那你会不会做拉面饭呀？拉面饭是什么饭呢、啊？什么叫拉面饭、啊？不是大漠孤烟，什么叫拉面饭呀？什么叫拉面饭？还没听说过什么拉面饭。什么叫拉面饭？我也不懂什么叫拉面饭。那哥姐们，你辣条子？
什么叫辣条子啊？辣条是什么？辣哦，我知道了，就那个袋装的那个辣条是吗？那个吃了不健康，那咱不吃那个啊。那那个什么，咱做个简单菜行吗？行啊，你要吃，你喜欢吃什么呀？那你能不能给我做个鱼香肉丝呀？鱼香肉丝啊？哦，鱼香肉丝也我也不会做哎。啊，阿姨呀，那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去你家吃饭呀？没有啊，我只会做我们傣族的饭呢、啊。哦，你只会做你傣族的饭啊？哎、那姨呀，那你背这个篓是干嘛的呀？在河里去抓鱼的。哦，在这河里抓鱼啊？对。哦。抓鱼。不是，那我问一下依依，那个什么，你抓到鱼了吗？早上这个水太大了，还没抓到嘞。哦，这个水太大了，还没抓到呢。嗯。我还心思说，你要是家里有鱼的话，给我做个红烧鱼呢。我家里有鱼啊，昨天抓到的有啊。哦，你家有鱼啊？嗯。昨天抓的，嗯，哎呦，那你都是会做什么菜呀？你能不能给我们直播间的哥哥姐们说一下呀？我会做那个包鲨鱼，就是河里抓的小鱼，包到这个叶子上，那个芭蕉叶上抓上去放上去的那种。哦。还会做那个凉拌菜，就是我们傣族做的那个凉拌，知道吧？啊，凉拌。嗯。啊，凉拌是什么？就是拿那个黄瓜。和那个各样的菜，各种各样的菜，凉拌米线，凉拌黄瓜，凉拌鸡脚，葱鸡脚，我们都是我们傣族的特色。那哦，你会做这么多好吃的呀？嗯。哦。阿姐，走回家吃饭了，我到处找你了。哎呦，阿姨，这是你大姐啊？嗯。